大家早上好，晚上好，早上好。在我们这个小山村里，有很多宝贝的爸爸妈妈为了养他们，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工作，一年都见不到一次爸爸妈妈。但他们很懂事，爸爸妈妈不在身边，他们就会帮助在家里边照顾爷爷奶奶。所以你们说，我们村子里的这些宝贝们，他们是不是很棒？真的好棒，耶、yeah! 啊！所以呢，今天村长就要给大家一个很隆重的任务，我们的爸爸们今天都要做代课老师，会教这儿的宝贝们，教他们一些平常上不到的课。我教怎么翻一个跟头，我刚干给你看了。好，表演一下，表演一下。哇！哎呦，这是体操啊，这是。我不会，我不会。大家知道你不会。我不会。啊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我来一个呀。啊、来，安吉来一个。安，来一个，来。安吉，往哪去啊？问你轻点头啊！哎哎哎，轻点！哎呦！哎呦！腰没这玩意儿吧？啥？这没硌着吧？我这样吧，我会。村长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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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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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头。这有个石头。这有个石头，傻儿子。